大家听到可以有很多听到没关系。然后再介绍一次，我是酱料，然后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我的频道，也叫做酱料酱料。对，然后我平常都是在就是会录一些翻唱的影片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到今天虽然是天气非常冷，可是早上的时候太阳是非常大，其实蛮舒服的，就是我还蛮喜欢就是冬天虽然是冷的空气，可是照到太阳是温暖的那种感觉，因为太阳照起来是非常舒服的，就是你可能散步啊，在外面走跳都不会流汗，就是非常舒适的一个天气。所以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就是《太阳》，然后这个太阳不是秋风泽版本，就是大家在太阳版会听到的那个版本，是也是启真的版本，就是启真的太阳这样。好，小哥你好，太阳。我胆小地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眼里的太阳，也是你影子里的骄傲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让我照耀你安息的时光。你是我相信唯一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你的光芒。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我胆小地对自己说，就是这样吗？我是你眼里的太阳，也是你影子里的骄傲。我问我这世界是否一如往常，需要我在拥挤午夜发光。你是我小心维护的梦，我疲倦地享受着，谁也无法代替的孤傲。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，无法为自己，无法为谁静止下来。我是我一碰就碎的太阳，我热切的希望能在消失之前得到信仰。谢谢太阳。